这难受了，下级血压80多，承认受了。为啥那么低呢？不就是因为你长得多吗？隔2天见礼拜二，隔2天来我，谁能长得少啊？就你长得多。你拉倒吧，你上透析室问你，那全都长个什么4点多、5点多，我就稍微长多点儿，也没事，我礼拜六我肯定还回来就完了呗。又喝？那我血压低，我喝点水不正常吗？老给自己找理由。不是，这不是理由，我是血压下级血压成低了，我成难受了，我要说话我都没有劲儿。哎，你就保着控制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心里有数，我控制不控制，我礼拜六我找他就完了呗。谁遭罪谁知道？就难受，我喝点水就完事了，我遭什么罪遭罪啊？咋的了？脚抽筋！站起来呀、啊！好点没啊？抱着啊！那你跺跺呀！哎呀，抱着还是不行，还没好啊、哦！不行，就这。